然后今天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部分是十二鬼月的蜘蛛鬼类。好，不要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去。好，然后刚才我也打了一个超级的部分，然后现在我们打一个超崛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呢，我们必须要带的是有一个击穿车，然后这个是日向翔阳，哦，再来一只来生爱，主要是解攻击力当结束的，然后还有加攻击力，然后击穿车呢，主要是要解除蓝属性被赋予解除束缚所需的起跑减少5个，哦。这是一定要带的，然后随便带着几只试试看，然后这只也随便把它换掉了，加一个谁比较好，谁比较好用啊，就这只新的好了。然后呢，传奇的我也没太多拘束，就昨天刚打完的300元，有再中过，好吧？就第一次打，我就大概随便带一下。且被泡泡鱼迷灭了，妹妹在那边。好，这只蜘蛛精，好不好？再一只蜘蛛精，你看，有束缚的有没有？马上就有一个束缚bug给你看，好吧？当然你可以慢慢解啦，哎，也可以是直接用。先不要用，先直接解好了，好吧？然后子龙，好，因为我没有那么运气嘛，所以还需要3回合才能解除一个。这是有什么用？我也没看过。我们属性被赋予啊，这个就没什么用了。哦，因为带的全部都是蓝色属性。哦，如果你带的是全部都蓝色属性的话，就比较有用了。哦，就这样。就直接解攻了。其实超崛起也不是特别的难打啦，重点是你只要不要乱点就好了。不会特别难打，真的。所以稍微的给他来下就好了，随便打他就过了。要解除的哦，然后没意外呢，应该是红色的。
然后记住，它如果是暗的话，就不要去点它，因为点了也是没用，它不会动。要留点红色给它点掉，因为至少可能也要八个。对，红色的，那么因为要八个，所以呢，看有没有黄色的。好了，这样子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刚好，哎，还要五个就好了，好，没关系。解掉了，事情就是这么，你看，啊靠，又来一只了，你看，超会放的，你看，好，再来一个，放这里好了。好，就直接来给他一个。哦，又来两个了，哦，这么不办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尽量解掉了，留点东西让它解。蓝色，飘过去，飘过去 ，OK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 ，Hold it。这的话，这样子，再来，看全体降。那个攻击力挡了有没有？这次就刚好来了，好吧？只要一个就好。这五个束缚，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，现在我们那个传奇的三本源，原本是座山的三本源啊，五千伤害，然后攻击五万的伤害啦，然后三回我们全体的受到伤害有70%的会反击效果啊，然后又增加我们攻击力10%。因为我是九级的，所以没有再更高了哦。好，马上剩下三分之一的血了。
我们就点这个，让幽助去打，然后就轻松松的、轻轻松松的打完这一次的副本啦。松松的打完，巴嘎巴嘎，给你给你给你给他死他的！呀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了。像这种的，等一下我们看他几运哦。其实有几运要看我们要大概刷几次这样子。看他要刷几次这样。然后你们在刷这种副本的时候，记得带运满九九的。像什么是运满九九的？就像这只哦，运九九级就没事了。哦，像这种就是有几率的会多加一只，然后你刷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浪费时间。现在是运二嘛，那我们来丢一只看看。运二就是运四，它现在六了嘛，六减二就是四啦，运四。所以你只要刷个十次啊，就四十了。哦，对，就四十了。所以十次一天打个五次，或是。如果你运气好，就打个十次，每天打个十次，哦，一个礼拜差不多就可以了啦，很快。像这种运势都超级快的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好，拜。